哇，糖糖这个菇好大哦，好想吃，特别大，好想吃大。哎，糖糖那个不能摸，这个菇是有毒的，它切下来的时候就马上就变黑色了。听，对啊，听说我们那个锅里面也有这个哦。对啊，只要煮熟了它就没毒了，但是煮不熟的话你吃下去你就会看到一个奇妙的童话世界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小人人。我要多吃一点，等一下我可不想让你去看到小人人送你去医院了。他们云南这边还有专门的医院，就专门去治疗这个吃菇的人，因为云南人特别喜欢吃菇哦。等一下吧，要等20分钟才可以。对啊，这个要煮熟了才可以吃。天哪，饿了。糖糖，我有话跟你讲。你说啊。我养父说要追回我堂姐那笔货款，但是我这次我没有搭理他，我不管他了，不管我养父他们怎么闹，以后。我保证我都会和你站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是我这世上对我最亲最好的亲人，我觉得遇到你我花光了我这一辈子所有的好运气。今天是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吧，我的心里话吧。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经历了那些磨难，就是都是为了就是说能遇到你。我现在感觉我只有你了，你不会哪天抛弃我不要我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这才哪到哪儿啊，好日子还多着呢。糖糖，我跟你说，我都不敢想象我现在做你助理都这么开心了，但万一以后那好日子。你想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咱们吃吧。哎，你吃的啥？吃的这个是松茸，你尝一下。哦，这个松茸确实还挺好吃的。好的蘸一点那个生抽酱。我想吃那个饼哦。鲜花饼。看着还不错啊。还多了他替我过手。两个傻子以为在拍照，不知已经录下来。就染这个颜色是吧？不是，就是现在有点没有这么黑，还更黄一点。那我再染深一点，你染浅一点，这样就一个颜色喽。哇，这样啥颜色？明天去染吧。再试一下。我，那我要染很黄很黄才能看起来一白。不用啊，不用跟我比啊，你怎么比都比不掉啊。不要跟我比。说话就是话，你靠过来干啥？别靠着我。对啊，我是比你黑很多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说实话。差不多，这个差不多。差多少？就差了18000。光我这没光好吗？是吧？我也很白，好吧？